中秋节嘛是一家伙仔做伙倒来厝内重要节庆，但是社会中有一部分的人却因为各种因素，家己一个人住，无法度享受这种甲厝内人做伙住一个喜悦。为了让遮独居时代嘛会当感受到社会关心，台通电子公司特别发放慰问金和社会平安方。彰化市公所嘛送予每一位中者一份月饼礼盒，让遮时代温暖的祝福。台通电子副董事长谢阿六亲手将慰问金交予每一位独居时代的手中，彰化市长林世贤嘛需要送上一份月饼礼盒。看到艰苦人真可怜啦，无啥物。曾经自己也是很没有钱的一个人，安尼尔。啊，大家吼爱健康，吼啊生活爱正常，祝福大家吼，中秋节快乐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谢阿廖副党的事业有成了后，持续秉持无私的精神，并且当年回馈社会关怀弱势，安尼精神才能让企业永续经营。我想社会啊吼，大家拢爱有关怀别人啊吼，啊较有能力的人啊，伊会当做搁较侪关怀。啊，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当做伙关怀这个社会，关怀你身边啊需要有家己送上温暖啊吼。啊，简单举一个，比如讲。你隔壁若有较艰苦、较有困难的人吼，咱平常时做会到的部分，嘛无一定啊，定定就是爱用金钱来帮助，用行动，用家己到做一撮工作，嘛爱是家己口头家己问一个安呐吼，家己关怀一下，拢会当互伊得到温暖。陪同副董事长发放慰问金的台通电子总经理王宝勇表示。台通电子成长是在地养成，并且持续成长当中。目前台通电子有缘持续咧招募基层的员工，需要求职的民众会当直接到台通电子洽询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中华采访报道。